出肉了啊！这个肉刚刚切完的。看看我说老姑娘，你可以骨头哪儿去了？我大骨头呢？哎呀，好烫手啊，老姑娘！这一大盆跟我家这个锅这么大。老姑娘，这个骨头怎么样？给你，挺好。哎，是肉，洗洗，真好。这我老姑娘的，全都给它糊上。糊上。没洗完用了，马上真好。这第二头猪啊，第二头猪。那在我心里倒一头，还好我呢，小样子。这都第三头猪了，第三头啊，第三头猪了。看我们这边用的菜板子，都是这种木头的。可能在你们城里应该都是那种买的现成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叫竹子，是不是？还是这种扛硬，这种剁骨头可扛使了，杠杠硬。这个肉现在已经烀好长时间了，但是还得烀一会儿啊，因为它不愿意烂糊。这是自己家喂的笨猪嘛，就是特别的硬。看，一会儿就把这个酸菜下锅了。哎，香味都已经出来了，两大盆的酸菜呀，就等着下锅了。像这个猪，它这种猪皮啊，这都是就是抓的时候是好猪嘛，它这个是勒的，就是拖的划痕啊，在地下蹭的拖的，因为猪太大了，这猪都有300斤了，快，好几个人物，三百多了，三百多斤，嗯，三百多。水挂掉了吗？下去吧，下去了，嗯，刮过就白了，就是瞅的不好看。以为像这猪咋地了似的，啥毛病没有？对，猪是好猪，就属于叫整血来了哈，就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哎，老曹，你是在哪个干哪去了？这是，把腿弄骨，嗯，地下的吗？海棠了，拿不给了，我还在那边了，拿不给做了吗？啊，那啊、哦，好像是，这拿的是这个，我的，不对，拿的是这个大伙的，我还得给外头，还得在外边，咱们还往那边去，那也行。看这后秋肉真好啊，厚嘟嘟的，那还有哎呀，嘎嘎地，嘎嘎地呀！把这鱼吃吧，吃了都说好啊，吃了都说好啊，笨猪肉香，已经完事儿了啊！哎呀，看这肉真带劲呐、啊！看热不热闹，现在开始吃饭了。我也没有这个玩意儿。我也找你拿了。我有啊，这玩意儿咱们赶紧去呢。还有一个杀猪菜，做的亮不亮？慢慢来，不用来吃了呀。小五哥宝，没往下不论。这血肠，这料全是猪肉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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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忙乎的。这先有葱味儿了，这。哎呦我。这熟了吗？熟了。好香啊，还是杀猪菜好吃。我都已经吃完饭了，一会儿收拾收拾桌子，刷刷碗什么的。嗯，但是屋里还是有在喝酒的，还没喝完呢，但得等一会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咱就到这儿了啊。这就是我们东北的杀猪菜，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杀猪，把亲朋好友啊、邻居啊都叫来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我得进屋了，太冷了。